我想害星星的代志，会予人发现啊！一定是有知影真相的人，暗中甲你创治的。迄天我甲你确定，附近无监视器，煞无去注意着，路边是毋是有其他的人？那呢，我即摆是要安怎？是毋是我即摆去找邵强，甲伊坦白，还是讲我直接去找星星，我甲伊回信，你甲伊讲我毋是超工的？ 那是一句毋是超工的，对咱什么代志拢无啊？人咧感觉内底，就袂怪这个人啊。还是讲，你甘愿受着惩罚，毋惊去互关？我当然嘛会惊，啊，不过这即摆的状况，假使讲我若是无坦白，这代志若是互人发现，我所想的婚姻就真正会结束啊！ 坦白从宽，自首罪是久的，第一也告诉无效的。感觉我提醒你，林小弟的代志拢还袂结束啊。那呢，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事拢袂当承认，你若真正承认啊，那呢，你阿公婿叶少强，阿哥也甲遐发生关的人，绝对袂放你甩。 到时阵，莫讲是救林小弟，你连你家己拢保袂住，莫啉这么多，你若啉酒醉啊，是要安怎冷静思考啊？我真正不甘愿，我真正就不甘愿，我到底是做唔对什么代志啊？这不是你的问题哦，是叶家。 遐道貌岸然、伪君子的问题，因就是安尼啊，双重标准，对家己是一套，对外人阁是另外一套。我刚是话，我是说想要听听。我知影你真痛苦啊，因为你有家己的想法，甲伊无共，袂当阮世界，暗无夜家遐个人啊，明明就是虾米代志，敢若想着家己，煞想要继续真正义的款，所以无法度才想。 这一天到啊，找一大堆理由来甲你白卡白手的，然后有需要的时阵，搁怪你无同理心，怪你无够善良。 老目屎，你煞毋知影点算？我就无为伊流目屎。对，袂当哭嘛，无应该哭。过去的事，搁较水搁较好听，这拢是假的。你就是为着伊，目屎流目屎滴的，安尼就真正毋值啦。 我讲一个电话，外头了无去啊！后来我伫病房门口，听到叶少强欺负你的声音，所以我就走来遮等你。唉，叶少强竟然为着其他的查某人，甲你冤家，你心内一定真伤心、真艰苦，对吧？我就不爱为着伊伤心艰苦。伫我的面头前，你毋免躲起。 你若真正想要哭，我的拳头会当借你。杨来草。
你去倒位？哎，谢你啊！阿婆，我送你回去啊。我今日若是搁回去夜家，我就无叫做嘲讽。还是我送你回去你后头厝啊？病的，我若是安尼回去，阮爸会就烦恼的。那无，我送你去饭店休困。来，谢爹。情书写，失去一个我值得你爱的查甫人，无代表你是感情的失败者。你免感觉悲哀，悲哀的人是伊。是毋知影定性，所以你就要比伊更加漂泊。可以这样听。我了不掉，伊家公要放手，我就不需要老面子回，我还后悔。想怎？我被关在香水湾。一定是想要讲些歹听话来责备你，想说无妥当，所以又搁收转去啊。那个回想你的心，我嘛无想要，搁看到伊流目屎啊！早唔是好好诶，你哪会无讲一声就要走诶？伊安尼对我嘛太过残忍啊！你莫阁讲啊！我即马就要离开这个所在，上个代志就是一个意外，后摆咱见着面，莫阁讲起啊！无可能，我做袂到。你的眼神阁留伫我记忆，你的温度，我阁感受会着。你等起，我不行！你让我把你放回去，我真正做袂到。我不管昨下发生什么代志，啊！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为了改变，我就是一个坏人。啊！不过你啊，早就已经选择把人背放上你啊！叶少强根本就无了解你的苦，
你甲伊是变作行会落去？你应该去追求真正属于你的感情。你甲伊扫场离婚，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人生。离婚？无唔对啊！叶少强只是想要用婚姻甲你扫白，我知影，已经用我的爱甲你的扫白拍开啊！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人生，才会枉费咱两个人的缘分啊！我唔知要安怎回答你，我怎去原谅这份，你个倒去做这种代志？我怎么无法度思考，我直接将后悔。小宝，你想要把昨昏的代志也放袂记的，我会给你记条条的。小宝，那是拄好，恁爹病院卖拄到你。其实我伫真烦恼的，想要关心你的状况。啊！不过佫惊讲会去搅了呢。哎，杜承恩，你袂当伫咧外口，你清清菜菜，着我遮尔紧着，万不能若是有人看到，我想要怎向人解释啦？你免惊。嘉伯啦，你莫安尼啊！我只是烦恼你，迄个创敌你的人，敢够继续用星星受伤的代志威胁你？无，就算讲是有，我嘛会当家己处理。然后呢？你敢有想好要安怎处理你甲叶少强的问题？是要处理啥？迄暗的代志咱已经讲好，当作无发生。你想怎么第一次讲过这样的事啊？因为我烦恼你，我惊讲那是无我伫你的身躯边，你会偷偷一个人避开痛苦。那安尼你会孤单，你会惊惊，你会找谁讲？讲较好听的，伊是调地；，啊，不过讲较歹听的，伊是头脑袂晓变巧。你敢有想过，那代志若是变空啊，伊敢阁会继续接受你？你即马若是唔赶紧处理，你要等咧黄处理啊！曹芳，我无想要逼你，嘛无想要为难你，我只是希望你会当好好思考，好好想看卖，想，才是真正会当照顾你、陪伴你。我阁有知影你的人。我不知道要怎回答你，我真正，我头壳真正出乱的，我真正不知要怎。不要紧，你只要清楚，咱迄天是互相依赖，自然发生的就好啊。其他的问题，我会陪你做伙面对，做伙参详的。我先回去啦，大哥。叶少峰，你去现在这礼拜没有好好保重啊？伊是一个笨手，你想我离都唔如好。